系专捉怪物嘅猎人，而捉怪物嘅第一步咧，就系画幅文章困住佢先。人类同怪物生活喺两个唔同嘅世界，因为呢两个世界长久以嚟行上转动，相互交替。怪物就系咁样闯入咗我哋嘅世界。你可唔可以帮下我？等佢控制到怪物，你要带佢嚟就冇咁容易。我只系一个好普通捉怪物嘅，起码你冇见死不救。高啲啊！只要你生存。